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11年7月26号。老板蛋。7:46，说白的是示意我吃哦。白发车将烟熏要芙蓉了，那时候要使用面子，因为就把心圈了。啊，这边是1294基隆发车叫徐安刚北湖的，今天稍微向上面左右就把行圈连头。926圈的，西湖这是926圈的，一样爆多人呐、啊。早餐通通都要等细科站之后才会有好料、好位置。1294准备驶离哦。哦，903圈的啊，对啊，刚刚那班是129，刚刚那个是接128向教会。那下面干嘛专门做电的？一句刚好平安之类的，麻烦。三家等西科站上的。找位置坐好，好吧，再见了。我的903圈的1294基隆发车机关希望新港北湖的，请您说一下上面左右有903圈的，以及西湖是北湖发车机关沿新港湖网的，请您说一下微笑上面左右就把926圈的，在台北的很好，谢谢各位，六南，拜拜。